请各位教友留意，为鼓励大家在张林期办领修和圣事，告解亭的位置在穿过祭衣房朝拜圣体旁边的两侧，而告解时间表请参阅有关海报，而现在亦都有神父听告解。今日是张林期第二周星期四，弥撒的经文在礼仪书第十二页，读经第五十九页。本台的弥撒为以下的意向奉献：为林慧玲谢恩祈祷。上主，你就在我近旁，你的一切诫命都是真理，我早已由你的约法得知，那是你从亘古就已经定立的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让我们静默片刻，反省我们的生活，恳求天主的垂怜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振奋我们的心神，为你的唯一圣子准备道路，使我们藉着他的来临，能以纯洁的心灵侍奉你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伊撒以亚先知书。上主，你的天主提携着你的右手向你说过，不要害怕，有我协助你。雅各伯从自啊，以色列追从啊，不要害怕，我必协助你。你的救主是以色列的圣者。看啊，我使你成为一架锋利多次的新打和机，叫你压榨高山，压得粉碎，使幽灵变为碎末。你要播扬他们，风必将他们卷去，暴风必吹散他们。然而你要因上主而喜乐，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夸耀。贫困和穷苦的人若找水而无所获，他们的舌头喝得焦躁，我上主必抚允他们。我以色列的天主必不舍弃他们。我要在秃山上开辟河流，在空谷中喷出泉源。我要使沙漠变为池沼，使干地化为喷泉。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树、皂荚、淘金梁和橄榄树，在荒野中要把柏树、榆树和云杉树一起栽植起来，为使人们看见、知道，同时因心思而了解，这是上主的手所做的，是以色列的圣者所创造的。上主的话。上主慈悲为怀，宽宏大方，缓于发怒，仁爱无量。我的天主，君王，我要颂扬你，歌颂你的名，世世代代不止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
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。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受造物称谢你。上主，愿你的一切圣徒们赞美你，宣传你王国的光荣，讲述你的威力大能。让世人尽知你的威能和你王国的伟大光荣。你的王国是万代的王国，你的王权存留于无穷世。阿利路亚。愿苍天遍洒甘露，云端降下正义，愿大地裂开产生救主。阿利路亚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对群众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妇女所生者中，没有兴起一位比洗者约翰更大的，但在天国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由洗者约翰的日子直到如今，天国是以猛力去夺取的，以猛力夺取的人就获取了它。因为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，直到约翰为止。若是你们愿意接受，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厄利亚。有意的听吧。上主的话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今日福音提醒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灵修的一份的模式是怎样的呢？听和行动，有意的听吧。究竟听什么呢？很肯定，当然听圣经里面的说话，天主圣言。在福音里面都解释到，众先知和法律讲说预言，直到约翰为止。我们可以理解成呢，就是圣经的说话，天主的圣言，有意的听，听完之后需要去行动。天国是以猛力去夺取的，以猛力夺取的人就获取了它。讲的这份，怎样去理解这份猛力去夺取，意思不是讲紧话我哋有几咁叻，或有几咁能有能力，好能干，唔系因为咁样而获得天国，而系呢份猛力去夺取嘅，我哋先听咗天主圣言去嘅教导去生活，喺生活当中猛力尽力去过好基督徒嘅生活。这个我想就是福音所解释以猛力去夺取夺取天国的一个意思。我们猛力尽力在生活当中呢，过好基督徒的生活，当然先聆听天主的圣言。让我们都彼此代祷，求天主帮助我们，在特别在这个将临期里面，我们重新再过好基督徒的生活，好似今日福音俾我哋呢一个基督徒灵修嘅模式，先聆听天主嘅圣言，当然喺祈祷嘅氛围里边勤领圣事，然后咧喺基督徒嘅生活里边实践出嚟，猛力尽力过好基督徒嘅生活。
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麦面饼呈献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愿天主领受赞美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、葡萄酒呈献给你，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愿天主永受赞美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天主圣父收纳我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。上主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恩赐，求你接受我们的献礼，使我们今世虔诚地侍奉你，以保证我们来日得享永恒的救恩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天父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藉着主基督事事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基督第一次来临时，取了我们卑微的身体，完成你预定的计划，为我们开辟了永生的途径，使我们在他第二次光荣地来临时，终能获得我们日夜期盼不敢希求的恩许。为此，我们联同天使总领、天使上座者、载祭者和全体天君，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，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迹。基督，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。上主，恩赐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。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，并因圣神合二为一。
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使你的子民皆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、我们的李主教司德望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，都在爱的终日催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他的正配大圣约瑟、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，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全能的天主圣父，愿一切崇敬和荣耀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，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了祂的教导，先这样向天父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物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此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，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宗徒们说，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求你赐给我们平安。请看下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子。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，礼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愿我们今世能按照正义虔诚地生活，并期待所希望的幸福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光荣的显现。
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你使我们因参与今天的圣宴而获得力量，求你助佑我们在短暂的尘世旅途中能全心仰慕你，以追求永恒的幸福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天父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我们一起诵念圣人罗格随译主保重。天主，你曾垂允圣罗格行赐之祈求，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，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，驱得免疫症之害。我们恳求你，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，赖他的转求，除免我们神形诸疫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大圣罗格，请为我们祈祷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